哎呀，这两天咱家这韭菜长这老些啊！嗯，长得挺快，这长高。看这小韭菜，第一茬好吃啊！这一池子能嘎多少把啊？20到30把吧。那也行啊，30把还能卖60块钱呢。等收拾完了，我也拿2把回家，烙点韭菜盒子。慧成他爷愿意吃。我拿2把就够，烙点韭菜盒子。妈，你挖这么深呢？啊，来翻翻地。你去把那个葱摘的抱过来。葱子能种活吗？老爸，这哪来的葱栽子？啊，你前院你黄爷给的。你离近点也行哈。行。这种的密一点的得哈。嗯，密点行。黄叔给点葱摘了，我给他摘上。啊，我给他姥儿家拿2把韭菜，我给烙韭菜盒子去啊。走，慧成，我寻思这不第一茬韭菜好吃吗？啊，那挺好啊。来点盐，好好干活啊。咦，这开水烫面啊？不是开水，60度。你看我爸知道你愿意吃葱，这家给你种一池子。哎呀，这家伙。那个没少种啊，那你就造吧。你去那个煎点鸡蛋去。哎呀，这双黄蛋呢，怪不得真大。双黄蛋呢？他妈的，油多长时间了？还油呢？哎呀，油10多分钟啊，给这个水面油的融合了，光滑呀。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，醒一小时。这鸡蛋呢，咱给它搅散，放一点5度白醋，一点点盐，生抽，锅里加油，鸡蛋下锅。给它搅碎啊，咱切一下韭菜啊，这我姥家的韭菜。哎，这韭菜太嫩了。姥家第一道韭菜好吃。咱先来点油啊，给它锁住水分。来一点26香，来一小勺的盐，放一点小海鲜，鸡蛋，耶，这面醒好了，面醒好了就不用油了，是吧？嗯，直接就坐地了，习惯那儿哈，醒好了它就软和了。啊，你嫩呗。嗯。太好擀了，这皮儿。这一擀皮儿就知道这面软乎。这样好吃啊！你现在你这小皮儿擀的挺好啊。嗯。今天做一个薄皮大馅儿。这皮儿太软了。嗯，这个今天保准你爷能吃个10个8个的。就得刷薄薄一层哈。嗯。下来。大馅儿一瞅就香的。啊。嗯，
好吃啊。这一锅能摆六个呢。啊，六个。再抹点油上头。再抹点油好吗？啊，省得那个烙出来干巴。哎呀，这韭菜盒子烙的啊，像韭菜盒子，焦黄哈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金黄金黄的。这一锅太好了啊，最后一锅。这回都出锅了呗？嗯，出锅了。爸，来点酱油吧。哎，好，来点。哎，调料非常重要。啊，来来来，来个原味儿。哎，我再来点醋。嗯，吃韭菜盒子你得吃醋。嗯啊。你先吃个原味的。啊。嗯，太好。这是他姥他家那个小园子的。哦，嗯，这韭菜挺嫩的啊，这韭菜好，第一茬韭菜，这韭菜都有韭菜味儿，它不辣啊，不辣呀。哎，来一个，我看见了，看着韭菜吧，还嫩，嗯，还宽，是，嗯，有的韭菜干巴也不行，看着韭菜好，它不缺水，能嚼，嗯，这层小树皮挺好吃，嗯，带嘎的好吃。这个季节吧，吃点这个馅儿，这个盒子非常好，最好。我今天让人吃的，完我给他早上拿了两把韭菜。嗯，这鸡蛋四汤酸溜的。嗯。哎呀，好喝。大酥皮儿。这韭菜味儿好。正常韭菜。嗯。多吃点。这回我那个带刺葱给圆一薅，这我看中大了些。葱是长串，嗯，这家伙黄叔没少给呀。嗯，早上就给拿来了。嗯嗯嗯。哎呀，这大盒子可真诱人呢。大盒多长时间没吃了？得有一个月了吧？都忘了。我就看你老人家韭菜第一茬下来，我寻思赶紧整聚一对儿啊。我老子没吃着呢，你先整去吧。嗯，我老子说过两天也到。嗯，这玩意儿也是个季节。嗯，今天吃着韭菜吧，就非常新鲜。你再说两个月，嗯，五分六月你吃吃，就没这味儿。那伏天不能吃韭菜啊。嗯。太好了，我今天也没少吃。嗯。嗯。哎呀，多吃点，歇一会儿，咱俩那个再给那圆子搂搂。嗯。哎呀，倒吧，往里炫呢。这大盒子。嗯，太香了！哎呀，我家没少吃的。嗯，朋友们，今天老妈烙这韭菜盒子，从我老家捞啊，嘎的这韭菜呀，老正经了。烙着大盒子呢，皮儿薄馅儿大呀，吃的过瘾。好，这期视频到这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感谢支持，拜拜。